裸体洗澡直播，没问题，不是个问题，好不好？我开过的记者会比你还多，兄弟。他道歉的次数比你还多，兄弟。你就是偶像，所以你要一直道歉呢、啊。给一些关掉，又有尿尿的声音。我很惊讶，他竟然在意尿尿的声音，我以为他不会在意是真的。你该不会是断断续续，你有射护线的问题吧？That's good， 哎、欸，不要卡，不要卡。Yeah, keep going, man, keep going. Yeah. 哎、欸，这个角度，这个眼神超靠北的，超靠北。而且，你为什么你的尿为什么断断续续？你是不是射护线有问题啊？可以洗手吗？可以洗手吗？没事。你是忘了洗手？你是不是忘了洗手？我不洗手。酒精，酒精。干嘛洗手？别用酒精，太屌太屌，真的。出去的时候，我如果影响到你们粉丝掉到剩一万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会，不会，应该不会有任何影响。你出去最多掉300，那就不担心了。那我就超过300，我给你一万。不是留言当掉了。那你只要滑出去就好了。你滑出去再滑回来就好了。什么滑出去就好？这是什么名音？这是谁的声音？这是谁的声音？没有声音。为什么我会晒伤呢？因为我有一个驻晒机在家里。那有钱人呢、欸、？No No No No， 旁边有人跟我讲说他想要一个驻晒机。哎、欸，可以来我家晒啊！我先出去，我先办公，你可以进来就没有情趣的问题了。欢迎驻晒机。在水 Kid 离开之后多了1000人看，不是，我就自己看自己照镜子，觉得自己很白很不爽。你不要演了，花多少时间照镜子啊，兄弟？80%的时间都在照镜子。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很帅吗？没有没有，肯定没有，就是好看。不跟别人讲，不跟别人讲。志明，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一二三名，是哪三名？我第一名没有，我没有说 我没有觉得我第三名。你刚才一离线之后我们多了2000个人看，别靠北啊。很幽默，为什么你一下去之后突然暴增？很奇怪，我想了解这个社会的意思。关屁事哦，关屁事哦。我现在可以喝这样100杯，一杯一公升一直喝。你们有缺酒吗？不是，我酒很多。Okay， 我酒超多了。Okay。 我是关了一间酒吧的。我也是关了一间酒吧的酒。Yeah， 我们已经不是偶像了。你就是偶像，你在工厂笑啥？我？我怎么知道是偶像啊？哎、欸，我开过的记者会比你还多，兄弟。哎、欸，他道歉的次数比你还多，兄弟。你就是偶像，所以你要一直道歉啊。很屌哎、欸！瘦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要再一次惹毛你，我跟你道歉，可以不要？不，你可以回我的讯息吗？瘦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瘦子，对不起。我在这里郑重的道歉，千万不要惹毛瘦子。所有道歉，男艺人道歉最夯的就是柯震东了，他道了最好，他道最好，我道了最好，他道最好。如果真的犯错了，就诚心的道歉。不要扯东扯西，不要扯别人来拉你的流量，拉你的流。这辈子我觉得做错最多的事情就是对不起家人而已，就这样。That's it。真的，因为如果我要道歉，其他没有，其实我应该对其他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对啊，除了这个以外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其他都没有。因为、啊、我就是我 ，You can cheers， 受洗正确。我需要道歉的是，真的在这个风暴里面的人，我们只需要跟当事人道歉，其实别人要不要在乎，这是社会责任。我完全认为啊，我出完事之后，我第一个最难过的就是我爸妈。Respect that， bro。就是我是一个成年人了， oh。 我不需要你们保护本。我先充电一下，我听到这我太想充电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哦、oh!。啊、哦，不一样的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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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，不一样的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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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啊，不一样的喝酒啊，讲什么？你们继续。哎，欧弟，年纪轻不到，不一样的喝酒，台北市是不一样的喝酒。明天敢不敢运动了？明天早上9点运动了，敢不敢？来啊！你敢不敢？重点怕，明天11点运动。
明天早上十点裸聊 ，OK？ 哎呀，我觉得一点觉得，一点觉得，一点。如果明天下午一点没有来直播的人，必须裸体洗澡。我觉得至少露个屁股。好，现在大家全部都很醉了，我们必须截个图，确定是一点。好，大家比一，一二三。然后没有加入的人，晚上就要裸体洗澡直播。没问题，不是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说你们明天会后悔，板板说的。没关系，板板，哎，先不要，你不要吵啦，板板，我就要板板。我看我现在就其实就可以露给大家看了。你不要这样露，没有人要看。8 hours later， 我是不会错过的。我好了，好啦。哎，头超痛的。我头好痛。瘦子有来吗？没有没有，他挂了。1:02有，他在不认账啊！瘦子要洗澡了，你们的。哎、欸，各位晚上直接看瘦子洗澡啦！瘦子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可他已经来不及了。对不起，瘦子，我已经把这个位置卡住了 ，sorry。sorry， 你得洗澡，你得洗澡，你得洗澡，不好意思哦。不是啊，要运动，我不想洗澡了，我已经。我好不容易一个礼拜没洗澡了，会有，我不想破了我的记录，我真的要去忙了，真的，我好多事要忙。你要忙什么？我要先忙着。你要忙什么？我要测试一下我枕头。你要测试你的枕头啊？